四五公里的一个直径的一个小城。这边人口好像我看那个网上说，网上好多数据都没有更新了，都是零几年的数据，大概就8万左右。现在如果人口涨一点，可能就9万，10万，然后还有地方写6万，反正就是这个地方就人口就很少了。这个在我们国内那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小的地方了。不过像这个地方居然还有机场，一个只有8-9万人口的地方还有飞机场，然后有汽车站，有很多酒店，然后也有一些旅游设施，有几个庙。然后我觉得8-9万的小城市能有这么多东西很厉害了。